游是另类消浮吗？如果学文化、学历史而旅游不算过分消浮，会不会像看电视剧那样太注重人间文化历史而造业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你不造业就没有业，你造业嘛就有业。但是你过分的旅游的话，你整天浪费时间的呀，浪费生命的呀。你说你整天啊，这边风光多好啊，那边秦岭山峰啊，浪费时间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，你个混的，还不如念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了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